尊敬的李会长黄老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今天有同修发心呢，要行三皈依。就是入佛门，那入佛门呢，是很难得的机会。佛家有讲我的声音大家听得清楚吗？好，应该可以再大一点哦。佛家也有讲一句话那佛家的话是彰显了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呢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当然不能只有算地球而已大家有没有经验呢？到没有空气污染的地方，到原始森林，这我们马来西亚原始森林不少你看在黑夜的时候你望过去有多少星辰那个发亮的地方都是一个星球嘞，数不数得清啊？哎呦，不好数了。所以宇宙有多大，很难想象。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宇宙，人生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明不明白，清不清楚？所以佛法就是教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这个佛是觉悟的意思，明白的意思。我们不能活得糊里糊涂的，不能糊里糊涂的来，不能糊里糊涂的走了。大家知道，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而来忘记了所以。这个觉悟明白很重要哦。大家想一想一个人要走的时候不明白，他会走去哪里他会不会到好的地方去？不容易了。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说：“死生事大。”这一生，这个生命结束了。因为身体是机器，身体不是我，身体是我的身体我们还有一个灵性机器一定有用坏的一天那问题来了，那我这个神识会选择下一世去哪里了？所以这是人生最关键的事情。我们刚刚说宇宙人生的真相那我们冷静想想人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能带走什么？要看清楚哦，看清楚真相哦。你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还是你是乞丐，都一样，双手双脚一摊，什么都带不走。你真看清楚这个真相你可能人生的感受、人生的努力目标可能会调整哦。
我们假如几十年的努力啊，最后都带不走，那到底在忙什么？啊，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哦，而且带不走啊，还会是挂碍哦。哇，你看一个人，假如这个机器快坏掉了，他脑子里还在那里，哎呀，我的房子啊，哎呀，我的车子啊，你看他的神事都放不下，他会怎么样？他出不去了，他被拉回来了。哦，所以我的师父啊，上净下空老和尚，啊，香港有人供养他6合院的房子，我去过，那里啊，有一只猫，那只猫很有意思啊，所有去参观的人呢，他都走在前面给人家开路，啊，给人家介绍了。请问这只猫什么来历啊？可能是前面哪一任主人来投胎的。哦，而且呢，它进到屋里面了，它都坐哪个位置呢？它都蹲在哪个位置？那个主位。它不在其他位置，因为它习惯那个位置了，它是主人嘛。可是他放不下这个房子啊，他的神识又回来投胎了。哦，我听完这个故事啊，我头皮发麻，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出家了啊，出家了，假如放不下，这个寺院呢，或者放不下经书啊，那会去哪里啊？啊，放不下经书，哇，那藏经阁，你走不开了，再回来，变成那个经书里面的虫了。哎，因为那个藏经阁里面又没有爸爸妈妈，只有昆虫而已啊。哇，那这个就大吉大条啊，这个事情就严重了。所以说实在的，人生几十年了，你冷静看看，好快哦！啊，我想一想，我初中的时候跟同学在走廊上打打闹闹啊，现在已经过了30几年，我可没有再有30几年了。你说快不快啊？啊，我母亲今年81岁了，她说想一想。小的时候好像昨天一样，过眼云烟呐、稍纵即逝了。你看现在2024年了哦，啊，不是不是，2023年，我过得有点快啊、哦。现在几月了？我怎么感觉对这个数字2023还有点陌生呢？他要跟我 say goodbye 了。哦，我感觉上了年纪哦，那个每一年过得好快哦。什么时候比较慢呢？读小学啊，在那里算什么时候过年可以有红包可以领，那个时候过得比较长。现在越过越快了。那人生的真相在哪里呀？你留心去看了，就看到真相了。你看我们的亲戚朋友走了多少人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真正觉悟了，会思考啊，我要带带的走的啦。不能干了一辈子啥都带不走啊！而且要留真正可以利益子孙的东西。哇，我见过那个企业家，
赚了好多钱呢、啊，结果他去世了，子孙打官司打了好几年，这个前置大家会不会写啊？我是说正体字啊、哦，哎，左边一个经，右边呢刀割两只刀，所以古人提醒我们什么？你留太多钱哦，你的孩子会怎么样？打起来了。所以你看，这个企业家去世了，子孙争财产争好几年了，他的棺材都没有办法下葬，因为摆不平，不能葬。哦，所以人要思考，要留什么下来呀、啊？留。家道啊，好的家道啊，留阴德啊，庇应子孙呐、啊。你留钱给子孙，子孙未必能守啊。啊，你留书给子孙，子孙未必会读啊。你留阴德给子孙呢、啊，冥冥中受到庇应。啊，你们有没有认识孔子的后代？哎，我看你们没反应啊，应该有吧？哦，那你们有没有认识颜回、夫子的后代？孔孟颜曾，孟子、颜子还有曾子的后代。哦，我看马来西亚曾子的后代不少。哦，我遇到很多位啊，颜子的后代也不少。孔子一定有的啦。哎，你假如遇到一个新朋友，你跟他握手，啊，你说：“请问您贵姓啊？”他说：“我姓孔。”你会怎么样？哇，肃然起敬，有没有？哦，孔子的后代啊。哦，我们都是接受孔子教诲的，能不能欺负孔子的后代？哇，那晚上会被孔夫子修理哟、哦。好，我们报恩都来不及了，所以老祖先讲了一个真相啊、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看，积很厚的德行啊，后代子孙都受到他的保佑。孔子离我们2500多年了，他的后代已经80多代哇，到美国去啊，人家一听孔子的后代都是 VIP 呀、啊，特殊礼遇了啊，甚至还升国旗都有啊。哦，所以我们好好积德行善呢，这对子孙是最好的了。我们现在只是忙着赚钱呢，那请问孩子会把什么看作最重要啊？可能把赚钱看得最重要了。哦，最重要的是教孩子啊，治要莫若教子。啊、哦，我们学佛啊，是觉悟了，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么重要啊？是缓急，什么是最着急要紧的？啊、哦，我们要会分辨是非善恶啊，邪正利害都要会分辨的，但是这个都要透过学习哦。你没有学这些是不懂哦。你看，父母都爱孩子啊，可是不学习怎么当父母啊？你会溺爱他哦。啊，哦，所以这个觉啊，是我们清楚怎么做对叫觉呀。我们知道起什么念头是对的，怎么讲话是对的。怎么做事是对的，啊，
诸位同修啊，你们有没有花过5个小时学怎么讲话？哎，有花过的请举手。没有哈、哦，好，我请教大家，你每天讲几句话？哇，你每天假如讲1000句话好了啊、哦，你会讲话，你可能积了1000件善事呢，是吧？哇，你看现在心情不好、忧郁症的人很多，听你一讲话，他信心回来了。甚至于有一个人寻短了，听你一席话，他想开了。你看这个人这一席话功德大不大？救人一命啊，胜造7级浮屠啊，比盖那个佛塔功德还要大呢。假如我们不会讲话，太苛刻了，讲一句话让人家晚上睡不着觉。那这个损阴德了，折福报了，啊，甚至于伤人家的心呢，3年5年了，人家伤还没好，所以讲话要不要学啊？要学哦，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哦，可是我们现在都觉得 number one 是赚钱，哎。你学了才知道啊，怎么赚钱呢、啊？啊，会越赚越有福报。啊，你不知道怎么赚钱，你用错了心呢、啊，那小人冤枉做小人呢、啊，哦、啊，把自己的福报都折掉了。我们不举别的吧，哦、啊，你看现在风气呀、啊，哎，偷税漏税呀、啊。你看他这样赚钱会不会赚很多？哎，老和尚有说啊，啊、哦，哇，这个在马来西亚只有2000多万人啊、哦，在大陆呢，14亿人呢、啊。请问偷税漏税欠多少人？哇，安尼这把代志大条啊，哈，这个事就大了。哇，你欠那么多人了、啊。不好玩了、啊，哎，哦，所以你赚钱呢、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才是正道？还是要学呀、啊？哎，我也曾经遇到，比方说我要去读大学了，我也要有正确的心态，我才能把大学读好啊。可是我遇到不好的缘呢、啊。啊，我去念大学啊，学长告诉我，大学叫 University，叫有你玩4年。哇，你看念得很顺哈、哦、，University，有你玩4年。你看我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对了，我真的玩了好几年了。你看半夜。跑出去看电影啊，身体都搞坏掉了。哇，所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呢、啊，这对孩子最重要，对我们也是最重要的了。哦，好，所以怎样做人才是对的？啊、哦，我们三皈依。啊，皈依觉正境，这个正就是正知正见的，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认知啊，很重要了。那一开始跟大家说啊，佛门有一句话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中华儿女难当，中华儿女啊，可以接5000年老祖宗的智慧啊。现在全世界古文明只剩一个古文明了，就中华文明了。所以大家 lucky 不 lucky？
哎，大家很幸运哦，哦，好，是不是因为你要投胎的时候抽签，刚好抽到中华儿女，是不是？不是啊，你前世有修啊，你才有这个机会啊。前世没有修，可能就抽到去非洲啦。现在不一定吃得上饭呢。哦，人世间甚至宇宙间呢，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凑巧的，没有。所有的事不离两个字：因果。啊，再加一个字，因缘果，都没有离开因缘果。我们这一生能得人身，是我们前世有依照五戒、五常，五常是儒家说的，完全一样，才能得人身哦。哎，仁义礼智信。啊，仁不杀生，义不偷盗，礼不邪淫，智不饮酒，因为你饮酒之后啊，会乱性，就失去理智了。啊，信呢，不妄语，不讲谎话才有信用所以。哎，我们不能觉得我生下来就是人了，我觉得我当人很正常啊，可不简单呐、啊。你们，哎，离我们这里最近的山是哪一座山呢、啊？我们八生没有山是吧？哦，你们家附近有没有一棵大树？那个树下有一窝蚂蚁。请问那一窝蚂蚁有多少？哇！我当时候看到一批蚂蚁兵团呢，他们一直在走啊，我就蹲在那里老半天了，他们都没走完了，整片整片的。所以一窝蚂蚁你就数不清了。那请问一个山的蚂蚁呢？再来，我们马来西亚有几座山？那全世界的蚂蚁有多少？哎，才一种昆虫啊，你就没有办法算了，而且不知道是人类的几倍。你说这个人生容易吗？要珍惜呀，人生难得啊，怎么珍惜？要修行啊。要提升自己的灵性啊，最重要什么？出轮回啊！因为不出轮回，没有解决问题啊，就继续去那里轮回生死了。啊，佛有一次啊，刚好在讲《阿弥陀经》的地方，奇树及孤独园啊，看到一窝蚂蚁，佛笑了。旁边的弟子就请问了：“佛，你笑什么呢？”佛就感叹了：“啊，这个世间已经七尊佛来过了，这一窝蚂蚁啊，还在做蚂蚁呀，都出不去，不是出不去轮回而已，三恶道、畜生道出不去了。啊，我们这一生得人生。”又当了中华儿女啊，老祖宗传的儒家、道家、佛家的学问给我们了，我们有出轮回的机会哦，所以要珍惜修行哦，不然老和尚讲了一句话：三善道，我们人道是在三善道啊，六道是地狱。恶鬼、畜生，这个地狱我们没见过了啊！地狱要造了地狱业的人才会去的啊！
畜生大家看很多了，恶鬼有没有看过？可能有些人看过哦，见鬼了，哦，哎，刚好有特殊因缘，你见到了，真的有恶鬼哦，哦，这三恶道啊，是消罪业的，造了罪了，到那里去消罪业了，三善道呢，消福报，因为你前世积行的善。你到三善道来消福报的，我们冷静观察一下啊，一直在享福的人造不造业？很难不造业了。他享福才几十年呢。好，我们就不说别的，我们这个嘴巴，假如什么野生动物都要吃啊，哇，我。有一些地方吃东西很恐怖啊，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水里游的，甚至连蟑螂啊这些都在吃，哇，很难想象啊！哇，现在经济富裕了，哇，一下子满桌，甚至于进了海鲜店，本来在那里游啊游啊。哎，这些我要吃了，全部捞出来吃掉了。哦，这个佛在《楞严经》说了，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你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啊。好，那请问我们一生能吃掉多少生命？那我们要去还，要还多久？所以不好玩哦，享福啊，很难不造业哦。这一些道理啊，假如没有佛给我们讲啊，我们不会去想这些问题。所以佛法真的难闻，人生也很难得。所以此生不将今生度啊，更待何时？度此生呢、所以我们这一生出轮回的机会到了、真能解决问题啊！你不出去，哪怕现在是皇帝啊，这么高的地位啊，那皇帝假如错杀人了，他也得去还命啊，要入佛门了。今天有没有被逼着来入佛门的？有啊、有呢，你可以不接受啊，哎，我可以帮你说情。哦，你假如爸爸妈妈逼你的啊，我可以帮你说情。啊，因为啊，入佛门是明明白白的，不能糊里糊涂的，也不是被人家勉强的。哦，我们当父母的学了佛了，要放下控制。不能逼迫家人要怎么样，你逼了会反效果。你自己好好学了，他就欢喜。他说：“哎，爸，我要皈依，妈，我要皈依。”我自己不是最早学的，我们家最早学是我母亲。母亲学了之后啊，我发觉他的烦恼少了。就对佛门有好印象了，都是主动去接触的了，不能强求因缘，要随缘，不攀缘，简单呢、跟大家讲解一下啊，皈依三宝啊，三宝有住世三宝，有自性三宝。那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啊，在六祖坛经里面他也有讲到皈依啊，他讲的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这是住世啊，这个是自性三宝。可能那个年代啊，大家
对于呢注释三宝的表法不是很懂的、啊。那假如不是很懂的那个表法，那可能都跑到形式上面去了，没有掌握那个实质的重点了。好，我们看皈依佛，注释三宝是佛像啊，因为佛已经灭度3000多年了。哎，那佛像它表的就是觉，自性觉。当然我们一看到佛像也是提醒我们不要忘了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恩德，是吧？佛像让我们不要忘了恩德。当我们看到佛像的时候呢，我们也想到释迦牟尼佛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跟佛一样的智慧德相。所以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平等平等。那看到佛像了就知道哎我也有佛性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成佛了我也要效法他们。所以看到佛像要见贤思齐，而且要爱自爱，我要恢复自己的佛性，恢复自己的自性觉，这个叫皈依佛，那觉悟了就不迷惑了，你要对人对事对物啊，要看清楚，不能迷惑。你今天要找对象了，要不要觉悟啊？你不能稀里糊涂的找一个对象。你今天做事业要找合作伙伴了，要不要觉悟？要不要观察？观察什么？观察他对他父母好不好啊？对他兄弟如何啊？你看他对一般的人啊，甚至对于没有身份的人啊，他是不是一样是恭敬的？这个人有修养啊。你可不能只看他对你好不好啊，这不一定准啊。首先你要在这些地方观察，你才能了解一个人。自信，这个注释三宝第二个是法，佛法身嘛，法是经典，就是自性的正，正知正见，正而不邪，不邪，这个皈依自性觉是觉而不迷，不迷惑颠倒了，皈依法是皈依自性正。正而不邪，这个思想没有邪知邪见，没有错误的认知，都是正确的，这是皈依正。所以我们待会啊念这个皈依释文，皈依佛陀，这是觉两足中尊，两足就是福慧。都圆满，福慧二足尊，这是佛。皈依正，这个皈依达摩，达摩就是法的意思。离欲中尊，我们皈依正知正见呢，不随顺呢，这个欲望控制自己了。我们不能变成欲望的奴隶了。你欲令自迷了，每天都欲望昏头了，思想观念都不正确了。所以离欲，离欲生正念，欲望能放下，
啊，所以经典都是指导我们要放下欲望啊，烦恼轻了，智慧就会长。啊，皈依僧，啊，僧是出家人。哦，所以今天是承德，代表出家众啊，哎，整个全宇宙的出家众啊，叫僧。啊，我只是代表。好，那这个时候我要把帽子拿下来，啊，这样，啊，因为我们是剃头啊，这个代表六根清净啊的一个表法，就是表净，净而不染，啊，不染浊，啊，包含身呢也有身团，啊，身团呢也有和合的意思。那在家庭里面要和和啊，所以老和尚有说啊，你学了佛，家里不和了，你学错了。哎，有没有可能我们学了之后家里更不和啊？有可能，为什么？我们学的道理回到家，你这个错了，你那个错了，你看家里会不会更和啊？可能。更不欢喜了，哦，所以我们去接受佛法，哎，心态要好，哦，所以老和尚说啊，我们学的佛啊，是把贪嗔痴慢放下哦，不是贪嗔痴慢换对象哦，学的佛贪功德了，哦，那第一支香一定要我插着。你说他的好胜心不是增加了吗？我要功德，功德最大的我都要包，那他不是贪功德了吗？啊，好胜在增长啊！哎，本来我们道理还没懂那么多啊，接触佛法听经了啊，道理懂多了，哎，看别人过失更厉害了，傲慢增长。这样就变落入一个误区去了啊！那么好学佛的机缘，结果给学偏掉了，那真是冤枉了。哦，所以今天我得多讲两句啊！我有讲到了啊，我就尽了我的这个因缘啊。我没讲到呢，到时候你学了之后，搞得家里不和啊，这个承德法师害我的。哦，阿瓜逮鸡的断掉，哦，我要出轮回了，不能跟人家结恶缘，随缘消旧业，啊，不能再造新的罪业，造新殃了，哦。好，啊，这个是跟大家简单啊讲一下啊，皈依，住持三宝，啊，他表的。精神呢，是皈依自性、觉正境。好，那这个入佛门呢，首先是三皈依。张家大师有比喻啊，就好像坐火车啊，你一上火车啊，就拿了火车票。请问大家，火车票有没有离开自己的身体啊？没有，一上车就带在身上了，所以我们入了佛门了，这三皈依不能离开了啊！哎，一直到成佛啊，你这个车票没在身上了，人家一检查，对不起，请下车啊，你没有票了啊！我们不依止自性的觉正境啊，那我们可能就会想错了。做错了，那就变成搞轮回业去了，不是在菩萨道啊，不是在佛道上了，所以不可以离开哦。哦，所以我们现在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啊，我们都要依照觉正境，
尤其是依照经典的教诲来想事情，来做事情，不能再随顺自己的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了随顺师父上人的教诲老和尚是有传统文化，最后一代啊，真的是名师啊，学佛不能糊里糊涂的跟一个人学哦，你要看这个人是不是过来人啊。那我们能遇到佛陀的教诲，遇到我们师父上人的教诲我们这一生呢，脱离六道轮回的因缘是成熟的。重要的是我们要珍惜这个因缘比方说老和尚劝我们要多念佛，要分秒必争。那我们呢，听完以后这个佛珠计数器就要拿在手上。我今天有拿佛珠来跟大家结缘大家我们刚刚提到我们要看清楚真相。我们想一想我们不念佛我们会想什么？会不会想这个世间的人事物？会不会你们最近有没有做梦的时候梦到想吃榴莲？这就是物啊，你看连梦中都想吃榴莲，能不能去极乐世界？我看去不了这个魔王马上变猫山王出来了他不让你离开我这个认识一个朋友他说他们有一个佛友很喜欢吃水果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比方说睡到11点多醒过来了很想吃他就睡不着了，然后他就去找到水果店叩叩叩叩，把人家老板从梦中拉出来了一定要买到水果吃完了才能睡觉结果后来呢我面对境界要清楚这个冷气还是吹过来了我现在没有时间感冒要做的事太多了所以我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我还是带一下好。那刚好呢这个爱吃水果的这个朋友他学了佛了哇过去生跟佛很有缘结果念佛非常清净。哇一直精进念佛念到什么程度呢整个虚空现阿弥陀佛了哇很用功结果呢就在那一刻他的眼前浮现一盘水果他一看到水果手就要伸过去拿了结果虚空的佛都不见了你看他放不下嘛你这个世间有一爱之不清就是你还有贪爱人事物临终被此爱所牵走了所以学佛的人慢慢慢慢要放下对这个世间的贪爱你有牵挂一定被他拉回来了比方说这个阿嬷80几岁90几岁了我那个曾孙很可爱那个男曾孙很可爱
哇，他走不开了，你猜他会去哪里？他会啊，去做他曾孙的太太，就拉回来了。哎，哦，所以修行呢，要放得下世间了哦。好，那我们呢，观察一下，我们一不念佛啊，我们的念头就是念这个世间，就是造轮回业。那你？想这个世间的东西想那么多，那个轮回的种子多不多？多得不得了，甚至连梦中我们都在跑出来。所以啊，我们只要不念佛啊，一定念这个世间的轮回。你看清楚了，那不行，我要去极乐世界了。我临终啊，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我得念到什么？随时随地都是这一句佛号最先出来，这样才会有把握出轮回了。哦，比方说，突然有一台车转弯冲过来了，你会怎么样？阿弥陀佛！假如真的刚好遇到劫难了，你还是去极乐世界了。假如突然他转过来，你说妈，那就找妈去了。所以，你要念到熟到任何时候都是他出来了，才有把握。所以三时系念说，须臾备念佛之心。你只要不念佛了，刹那即结业之所，我们就念头就结了轮回业了。那下莲居老居士说啊，若要佛不离口，我们佛能常常提得起来，先须珠不离手，佛珠拿在手上，啊，计数器拿在手上，越念越熟啊，慢慢妄念就越来越少，所以啊，念佛人。你烦恼越来越少，你智慧就越来越多啦。大家希不希望赶快有智慧啊？我们没有智慧啊，我们每天处理的事会有后遗症啊，你就会觉得人生越来越苦啊，问题越来越多啊，因为没有智慧。哦，所以念佛是让自己心清净啊，生智慧的方法。要重视起来哦。好，那我们入了佛门了啊，那要依照啊法门来修行啊。依哪一个法门呢？佛有强调到啊，我们已经处在末法了啊，正法是佛在世。那他圆寂之后的1000年叫正法时期，那个时候啊，持戒就能脱离轮回了，戒律得度。再过1000年叫相法，很像正法，但是已经又退了一些了。相法时期啊，禅定得度。我们看在中国啊，禅宗兴盛了1000年左右啊。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3000年了，进入末法10000年中的第二个1000年，接下来还有8000多年，快9000年了，8000多年，那佛有讲了，末法时期呀。异人修行，不是只有一个异哦，两个异字排在一起。异人修行，喊一个得道啊，就是很少有一个可以出轮回，
但是唯一念佛得度生死，他靠念佛可以出去，因为靠念佛有阿弥陀佛的愿力。你其他的法门呢，要靠自己的能力啊，断见思烦恼才可以出轮回。所以对我们末法众生的根性啊，要修其他的法门不容易了。好，见思烦恼我数给大家，我分析给大家听啊。见思惑，见惑第一个身见，请问我们把这个身体放下容不容易？不容易了。你看思惑贪嗔痴慢疑，容不容易放下？我贪念一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脾气快起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它扶住，这个做得到，因为念佛啊，阿弥陀佛，诸佛就会加持了，你有力量啊。所以念佛法门是万修万人去，你真用功，真念佛，阿弥陀佛没有不来接的。像佛那个时代啊，有一个韦提希夫人，她遇到家庭变故啊，她的儿子害了父亲，还要加害他，他就觉得这个世间啊，太苦了，哇，他很诚心啊，念释迦佛了，释迦牟尼佛啊，就到他的面前。他被他儿子关起来了，到他面前，他说啊，这个世间太浊恶了，我不想待了。佛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哪一个地方可以去？佛啊，给他献了很多国土啊。这个韦提希夫人也很有智慧，他说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他很有眼光哦。结果佛接着跟他说你要去极乐世界啊，要修净业三福啊，三世诸佛净业正因。这个三福呢，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是小乘福，第三是大乘福。尤其第一福重要，第一福我们做了，我们是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在世间呢、行善不造恶。假如我们还造恶啊，那个业力很重啊，我们决定是出不去轮回的。那所以呢，韦提希夫人要去极乐世界，佛首先交代要修三福。尤其第一福我们皈依啊，要真正做到，也要先好好修第一福，因为我们修了第一福啊，我们才能随顺我们的自信。第一福是什么？孝养父母。我们连父母都不孝顺，说我很慈悲，不大可能。对恩德最大的父母都不懂得亲爱照顾啊，那是假的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尊重老师啊，生命来自父母啊，慧命来自老师啊，这个恩德很大。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不能再造业了啊。那老和尚有指导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呢，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修十善业呢，落实在十善业道经我们有做人的根基了，我们才有办法随顺性德所以大家回去啊，要花时间呢，学一下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
而我们真的有做人的根基了，啊，我们呢，这个三皈依啊，就感得护法神护佑了，啊，三皈依啊，能有36个护法神保护你，哦，哦，所以大家火车票拿好哦，哎，随顺觉正境啊。这个赶来的这个龙天护法很殊胜啊！好，那我们要修了，我们要依法门呢，末法时期要靠念佛法门。好，所以今天呢，啊，接下来时间啊，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标题呢是不可思议啊，深妙法门。我们呢，依照呢，黄念祖老居士啊，啊，他有一本书啊，叫《净业导》啊，其中呢有一段呢是专门谈这个法门之殊胜。好，那我们从几个角度啊来分析啊，从六个角度，第一个呢是稳稳当稳妥。哎，你们身边有没有亲戚朋友啊？修行修邪了，修偏了，有没有？有没有？哎呦，你们这里是福地是吧？都没有人学偏掉啊！哎，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要小心哦，要会判断哦。哦，你要判断善知识。啊，第一个，他一定有师承，他一定有很正确的沉船。啊，他沉船的都是真正名师过来人。啊，他不会说啊，我突然就有智慧了，开悟了，这一定有问题。啊，《法华经》说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佛法一定有过来人给我们解说，我们才能了解。哦，所以你只要看到说他自己悟的啊、哦，就很危险了。啊，《六祖坛经》里面都有谈到，威英王佛以前有无师自通，威英王佛以后没有了。啊，这个要会判断。啊，再来，善知识啊，不以神通度众生。哇，现在很多人他养小鬼啊，啊，那鬼有一点点通啊，哎，你上个月是不是出车祸啊？哎呀，你怎么知道啊？就被他吓得一愣一愣的了，那你就被他控制住了。佛菩萨不以神通度众生，啊，这个我们要懂得，而且佛菩萨是谦虚的，啊，而且不会乱发脾气。哦，不会贪名利、贪钱。哇，我们也有遇过。哦，也是在讲课。哎，卖水，一罐水给人家卖1000多块钱。那你这个是拿佛门来卖钱呢、啊？这叫批贩如来。哦，佛法是师道啊。师徒如父子啊，而且这个佛法是从释迦牟尼佛来的，又不是自己发明的。哦，所以师徒如父子啊，哪有说要把佛法传给别人，然后要收人家很多钱，那铁定有问题了。哦，所以这个大家都要会判断。哦，谦虚的，不贪的，哦，好，啊，不会炫耀自己，啊，然后不会乱批评别人，啊，那乱批评别人就没有修养了，啊，所以老和尚说，沉静谦和，啊，这个人一定真诚，恭敬别人，
谦虚啊，跟人相处和睦和和。好，念佛法门呢是稳当、安全的法门。啊，我们看这个提纲啊。那黄念祖老居士啊，他是密宗的上师啊，而且他是虚云老和尚的学生，他禅宗也是证实是开悟的人，他在禅跟密的境界都非常高，可是他都劝念弥陀，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因为真正有成就的人呢、啊，他只是想着怎么帮我们，他不会说我学这个的，你也跟我学，不会是这样。啊，就像我们台湾有一位广清老和尚，他学禅的，可是大众问他怎么修行，他都说老老实念佛，就老实念佛，这是真正有境界的人。为什么有境界的人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不会有一个念头说我学禅的，你也要学禅。他还有我，他就没有入境界了。离了四相不着相啊，才是入的境界。好，好，那好，我们。这个黄老说了，啊，我的老师虚云老和尚啊，说的最正确了。这是亲自告诉我的。虚云老和尚活到120岁啊，告诉黄念老，密法确实是释迦牟尼佛的法，但是西藏戒律啊，比较松弛了。而且现在各地啊，更不行了。所以有的行程啊，卖法了，用佛法来卖了。你只要拿足够的钱来啊，就交给你一个什么什么法，自己封为上师，随口胡说啊，存心骗人，如何如何，使得本来是一个殊胜的大法，啊，密宗是大法。啊，密宗是佛法的研究所啊，可是现在呢，成为了危机四伏的显露。好，所以我自己虽然也学密，但我不劝人呢、啊、轻率去学密。好，那黄老啊，比较劝人呢、啊、念佛。好，因为学密啊。你没有很好的基础啊，不容易学呀、啊。好、哦，那包含这个禅宗啊，同样要选择老师啊，相信师父，依靠师父啊。假如你遇到的。一个师父呢，他没开悟，哦，就你本来没有开悟，偏偏又遇到一个不长眼睛的啊长老，拿一个用冬瓜刻成的印给你盖印，啊，这是比喻啦啊，请问大家，冬瓜刻的一个印啊？印文定是模糊不清啊！啊，这一位长老有名无实，他自己并没有开悟，偏要强做会的专家，给你一个糊里糊涂的证明，印证说你开悟了，你自己也相信是如此了，那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好，所以禅宗的师父啊也很重要。好，但是净土宗啊不需要这些。好，为什么修行难？
难就难于深信。但是净土法门是十方诸佛同赞。我们念阿弥陀经，哇，你看东方有阿处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你看都是十方诸佛同赞，千经万论共此。华严经，经中之王。最后呢，普贤菩萨带着41位法身大师导归极乐世界，叫千经万论共此。十方的诸佛，无量的经典呢，都给我们作证，启发我们的信心。我们有信心了，真信切愿，愿意求生了，又老实念佛，这个叫三资粮，往生的三资粮，信愿行。所以我们对净土法门的信心啊，容易建立。你只要能信这个法门，由信生愿，由愿起行，行就是念佛了，都可以成就，很平安，没有任何危险。只要老实念佛啊，不惜东参西访，到处跑道场，你又不知道这些因缘怎么样。所以不需要东参西访啊，自然远离恶师恶友，不易上当。那这个是最稳当的了。而且这个稳当啊，黄老又举例了《十往生经》这一部经里提到了佛言：若有众生啊，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彼佛即遣25菩萨永护行人。这个人真念佛了，阿弥陀佛派25大菩萨来护念这个人。所以好好念佛好处多不多？很多了。所以不会受禅定这么招遇魔障的事，你打坐啊，会有很多境界哦。所以佛门打坐的地方啊，都要挂那个楞严咒啊，怕会有魔来干扰啊。所以极乐世界啊，你很真心的这么修，很虔诚的这么修，好好念，阿弥陀佛派25个菩萨来护佑你。接下来经文说了，若行若坐若住若卧你一切行住坐卧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处任何时候，不管你在什么处所，不令恶鬼恶神得其便也。你只要老实念佛这些恶鬼神恶神呢，他没有办法干扰你。好，就像人家养那些小鬼他干扰不了你。所以我们修学老老实实不要去求什么神通感应你有求神通感应呢，赶来这些耍神通的人就很麻烦了。好，第二。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的文第一小项，密宗上师劝令弥陀，诸佛作证不易上当。第二，但念弥陀，深信不疑。那佛光摄受，菩萨护持，25菩萨护持，鬼神勿扰，干扰不了我们。第二呢是易，容易，而且也很方便，便捷，持名易修，第一个小项，你看小孩叫他念阿弥陀佛，一教就会，
啊，很多一字不识的老太婆就念阿弥陀佛，得到很好的结果啊，人人都会，可见容易啊。啊，我们台湾台南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啊，那个年代啊，应该都不识字啊。他只要看到庙啊，他就进去拜，啊，也是很善良、很虔诚哈、哦。哎，结果他儿子娶媳妇啊，这个媳妇有学佛，她跟婆婆说啊，妈，你就不要到处拜这些庙了，哎，家里安了一个佛塔，你就拜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哦，结果这个老太太，接受了，她就开始专念阿弥陀佛了，没有到处跑了，好像念了差不多3年了。有一天，晚上吃饭了，这个儿子儿媳来请了，他说：“你们先吃啊，我待会再下去。”结果儿子媳妇啊，很孝顺，一直等，等了好一会，怎么还没来啊？原来啊，这个母亲说去洗个澡再来吃啊。他洗完了，就站在佛前往生了。他知道自己要走了，而且是阿弥陀佛已经通知他了，阿弥陀佛同体大悲啊，希望我们早点去了。这个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哦，只要你肯老实念了。你看这个老太太不识字啊，她走得很自在，所以很容易修。所以念佛法门啊，我们看讲义啊，净宗之境啊，不需出家，不需入山，不需闭关啊。而且呢，四法之中啊，这个我们首先讲一下，为什么它是净宗之境。在佛法里面呢，大乘佛法算净，净就是比较短的路，捷径啊，净。净中净，那个是指禅宗，在大乘法里面呢，禅宗又最快。然后念佛法门呢，又比禅宗。所以叫净中净又净，这个是大集经说的。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生妙禅。禅已经很快了，它是无上生妙禅。在宋朝有一个盈科法师他破了戒了，他知道会堕地狱啊。他生恐怖心了，他问人家有没有哪个修行方法很快速的，结果人家就介绍念佛法门，他就念了3天3夜哦，结果呢，出来以后啊，他就跟师兄弟说，阿弥陀佛，3天以后来接我。其实他是念到阿弥陀佛现前了。3天哦，他说：“阿弥陀佛说啊，你还有10年的寿命，10年后我来接你。”这个盈科法师有自知之明，他说：“不行，我这10年了，很难不再造业，我现在就跟你走。”阿弥陀佛说：“好，3天之后我来接你。”大家想一想啊，阿弥陀佛为什么不马上把他接走？一把他接走呢，人开梵门一开，哇，饿死了。
三天嘛，三天没吃东西了，人家也不知道他怎么走的。所以阿弥陀佛有智慧哦，没有太激动啊，啪就接走。阿弥陀佛有智慧，三天之后来接你。哇，大家看三天之后是什么情况啊？他开门，哎呀，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我了。所有听到的人说：“金亮给，哇，你的都破戒了，造那么多业了，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接你。”反正三天不是很长，我看真的还假的。三天之后，大家念着佛啊，15分钟，没有很长的时间，他就见到阿弥陀佛，告诉大家见到了，跟着走了，没有任何生病。哇，真的是敬中敬又敬啊！谢谢哦，而且呀，你看它容易是什么呢？四法之中，哎，我们还在各行各业服务都没有关系，你随忙随闲，不要离弥陀名号。哪怕你有遇到顺境、逆境，顺境不要贪心，逆境不要生嗔恚，佛号放在心中。啊，顺境逆境啊，不忘往生西方。啊，这个都能即可成就。啊，或四字或六字啊。啊，当然六字啊是加南无。啊，这个意思啊是依靠的意思。啊，回归依靠的意思。啊，那我们皈依。啊，三皈依，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啊，回头，从啊明邪然回头，依靠自信的觉正境，这叫皈依。啊，第二呢是净土一生，净土容易生，但发菩提，啊，就我们发起菩提心了。什么是菩提心啊？真性切愿，求愿往生，这一个心就是菩提心。啊，这个叫念求生净土，这个人觉悟了，他不再搞世间的轮回业了。啊，而且他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净念相继。那黄念祖老居士啊，有比喻哦，就好像我们去考大学呀，啊，各校的录取标准不一样，啊，比方啊，这个是以啊，啊，中国大陆的比喻了，啊，比方说这个人要考首都医科大学，他450分没有考上，因为呢，这个医大呢需要490分，他分数比较高。那往生极乐世界只要200分就好了，150分就好了。啊，你交一张白卷当然考不上了，可是呢，只要150分就考上了，你只要肯去修了，万修万能去，所以它标准没有很高。这里有举到了，哎，这个人念药师佛名号或者药师经啊，药师如来，这个临终的时候派八大菩萨护送往生极乐世界。可是呢，你要达到的分数比较高，你往生药师佛国土啊，这个不容易。诸方的净土啊，若不是断了见思烦恼啊，生不了。啊，甚至于有一些是要破了无明之后才能往生那个国土。所以
极乐世界分数低啊，150分呢、啊、都能达到。但是一旦考进这个学校啊，哇，这个学校很特别哦，没有降班的，没有降级的，没有开除的，保证个个都是博士，是爱因斯坦啊、哦，都大成功啊，保险你成功啊，就是比喻，就是个个去了都成佛啊、哦，所以阿弥陀佛是大愿王啊，他招收极广啊、哦，而且他很会教，每个他都教成佛，教育极精，所以诸佛称赞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好，所以凡是有来到他的学校的必定成功，所以这个学校啊我们要去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一切诸佛劝我们去啊？因为佛是我们的老师，他希望我们赶快成佛，所以推荐我们去。好、哦、我们看第三呢，第三小项、哦、佛道义成甲呢是恒劫生死啊，诸法难行啊，诸天难生，升天都不容易哦。啊，这些法门要落实不容易啊，唯我净法啊，阿弥陀佛这个念佛法门呢、啊，只要坚定信愿，执持名号，横超诸天，直升净土。啊，一般你要这个出轮回啊，你是要见货一品一品断，失货要断啊，就好像啊一根竹子啊，里面有一只虫啊，它要爬出来就要一个洞咬破，再咬一个洞，最后才能出来。净土法门呢，是从旁边直接咬出来的，它不用咬那么多洞啊。可是呢，从旁边出来也是挺硬的哦。哎，你还是要用心修行了啊！但是横出啊，然后出来了，永不退转，不受后有，就是不再去投胎了啊。乙呢？啊，慈悲加披。啊，这里啊有写到啊，叫阿弥陀佛修苦行啊，功德聚于一名号啊，阿弥陀佛啊，无量劫来积止德行啊，啊，他积功累德无量劫了啊，他的功德很圆满的 啊发了48愿。成就了极乐世界，哦，那这个他的这个功德呢，含摄在这一句万德洪名里面啊，所以功德聚于一名号，后人唯念阿弥陀啊，化佛功德为己德啊，所以老实念佛啊。全摄佛在果地的功德、啊、变成自己的功德、哦、所以这个是特别法门、哦、其他法门都是修因得果，这个法门是从果开始起修，即修即果、哎、黄念祖老居士有比喻、哦、一般的法门、啊、你要得到这个果啊，就好像你要吃馒头啊，你首先要去选啊这个种子啊，种下去啊，几个月你还要浇水要施肥啊，哎，最后这个麦子长出来了啊，然后你还要啊收麦子啊磨麦子揉馒头
最后做成馒头了。你看，修因得果，你才能吃馒头。净土法门呢，直接吃馒头。从果起修，即修即果。所以这么殊胜的法门呢，只有佛讲得清楚，等觉菩萨都不一定能讲清楚。所以我们现在遇到这个法门呢，中了佛门的特奖。哎，我看你们的表情不像中特奖。要珍惜哦，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哦。所以平日信愿加持名啊，老实念佛的，临终弥陀来接引，而且佛来接引啊，佛光三昧啊，他会放佛光啊，这个在《悲华经》里面都有讲到啊，放的是无异三昧啊，然后破积案啊，佛光一照啊，我们很多业障消除了。我们心生欢喜，烦恼断了。我们自己也会因为佛的加持啊，慈悲加佑，令我们的心不乱了。我们也会入啊，宝智三昧。佛光一照啊，我们入宝智三昧啊。令心得念，即无生人，就我们就正念分明啊，而且呢，入了无生法忍哦，这个是很高的菩萨位置的。然后命中之后啊，必生我界啊，就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是慈悲加倍我们佛光助照。再来呢，是现身呢，就不退转了。你现在就老实念佛啊。你看《阿弥陀经》说的，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当发愿就是未来你发了愿了，或者你当下发愿了，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不是去了之后啊，才不退转。你现在老实念佛啊，就不退转了。好，再来普呢？普是广泛、全面。所以持名往生一法，普摄群机。这眼看就要堕地狱的人呢、啊？但至临终十念一念呢，皆得往生。这个在近代都有啊。一个医生的弟弟造了很多孽、可是呢，他哥哥学佛，他哥哥送他妈妈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书生，结果啊，他很短命啊，造了太多恶了。结果呢，病得很重啊。地狱现象啊，他害怕了，赶快叫他哥哥，他哥哥就指导他赶紧念阿弥陀佛，结果他念了念了，就往生极乐世界了，这离我们才几十年前而已啊。所以极乐人民啊，及诸菩萨一生补处，未来成佛。普披三根，统摄万类啊，所以这个法门是稳当、容易啊，而且呢是广泛、普遍的度众生啊，而且第四啊是妙啊，妙是神奇、奇妙、不可思议啊，这暗合道妙，巧入无声。你看《金刚经》的境界是法身境界，很高啊。可是我们现在一品见思烦恼都没有断，我们只要老实念佛了，一生接一生呢、一个妄念都没进来、
叫应无所住。我们没有执着了，没有分别执着念了，应无所住了。可是要清清楚楚，一生接一生的，叫俄生其心。这叫巧入无声呢、啊，所以叫暗合道妙啊。我们就老实执持名号啊，渐渐就入了无声了、啊。哦，就能无住身心啊，殊胜自己啊。因为无住身心是菩萨的境界呀、啊。可是我们老老实实念，就能可以证得啊。我们从事相上念佛。从事持啊，就到了理持。理持就是你用真心在念了，因为我们身处转俗处了。本来我们比较熟的是念这个世间的人事物，现在我们呢老实念佛了，慢慢这些熟的东西啊，陌生了，不想了。那都是提起佛号了，那慢慢就从事相念呢，就入了无住身心的理念了，是我们的真心在念了，自然呢，从凡心啊就转成佛心了，好，第五呢是顿，顿就是很快速，那我们看底下讲了，黄老开示念佛法门呢，快速成佛，具体体现，因为真实念佛啊，快速生净土，十念必生，这个是弥陀的大愿，在48愿里面的第18愿。地狱现前，一心专念呢？阿弥陀佛的愿呢，把一个要堕地狱人直接拉到去成佛，去请客成佛。这个佛的慈悲呀、而且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他48愿都兑现了。再来真心念佛啊，快速成佛。我们看第二点，往生极乐啊，一生成伴。因为往生了，你就无量寿了，你就圆证三不退了。你不会再退到凡夫，这个叫位不退。还有行不退，你不会退你的菩萨行了。不会今天行菩萨道，明天说不干了。众生太难度了，不会了。还有第三是念不退，就是都是啊，真心正念，不会再起妄念了，这念不退。这个就是法身的境界了。三不退。第三呢，直彻心源呢，即心即佛。我们生生是真心啊。念佛即成佛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好，第六呢是圆圆融圆满，这个法门呢，这个行门呢，你这一门呢就是普门了。密境不二，称名跟持咒一样。我们用嘴巴念呢，这是口身口意，这是口密，一密相应，意必即生成就。第二呢是禅境不二，我们刚刚也提过了，若人但念阿弥陀啊，是即无上深妙禅。所以不用参究，当念即是。所以这个法门殊胜啊！丙呢，一即一切，一句弥陀名号啊，
统摄一切法门，满除一切志愿，灭无始重罪，成无中福智，福德功用之殊胜呢，为佛与佛方人知，这是佛的境界啊，佛才讲得清楚。第二是理缘实相正应之所应老实清净一直念了，持名逐渐入实相，就入了真心，真心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真心就是不落两边因无所住不落有，而生其心不着空入了中道，中道实相所以持名也是暗合道妙，就暗合实相所以这个是理缘。第三呢是果缘，我们最后的成果很圆满的，不退成佛第一个假呢，同证不退十方蒙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只要往生都是阿惟越之菩萨，决定不退成佛乙呢，尽登世土极乐世界也有世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一般的国土方便有余土是证的阿罗汉所在的国土，第三是十报庄严土，那个是证的法身的菩萨待的地方，最后长极光净土是佛。可是我们生的方便同居极乐世界，通上面三个土所以净登世土所以那个受用那就大了所以弥陀悲愿呢，极乐同居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丙是一生补处，但生净土补处就是后补佛，就跟弥勒菩萨一样，现在在忉利天呢，等着要下来成佛了决定成佛。好，我们简单呢给这个法门介绍一下也感谢黄念老慈悲大家有机会可以看这本书《净业道》。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好。